近日，章子怡作为评委参加了《我是演员》的节目录制。从宣传照来看，41岁的章子怡气场强大，气质出众，干练的丸子头搭配精致的妆容，昏暗环境下一束强光打在眼睛周围，名副其实的有眼光。而在节目录制现场，章子怡选择了一身纯黑色连衣裙落座评委席。从这个角度看过去，她的魅力被无限放大。首先，在不丢失她气场的情况下，选择了一款齐肩短发，让本身气场炸裂的她瞬间变得温顺了很多。蓬松有型的短发给人一种发包脸的既视感，让她巴掌大的脸蛋瞬间又小了一圈，特别适合左右脸不对称的女生借鉴。三七分发型配上三耳式的呈现效果非常人性化。如果你左边脸蛋好看，那你可以再选择左三右七，然后左边秀发塞在耳朵里。如果你右边脸好看，同样的方法反着来一遍，美感一点不受影响。更多时尚资讯，欢迎订阅时尚风向标。